都站好了啊，那咱们进行下一科目的练习，跑步啊，来，做好跑步的预备动作是什么呢？我喊跑步，大家双手立起来，知道不？现在开始，大家听会儿口令啊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走，哎，同学，你是抽筋儿了吗？腿？不会跑啊，不会跑啊，行，我教你啊，我喊跑步起立，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我喊一迈左脚，我喊二迈右脚啊，来，再来，听我口令啊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哎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哎，你们三个回来，谁告诉你们跑那么远的，快点集合了。好了，跑步走呢，大家也都会了。咱们进行下一科目，正步走，知道不？来，我喊开始啊，听我口令，正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不是，这位女同学，玩呢，高抬腿呢，在这儿。这不正步吗？腿不直呀。胳膊对吗？对呀，胳膊就这样啊。抬右脚，抬右胳膊，是这意思吗？啊。我现在教你啊，我喊一，抬左脚，抬右胳膊，啊，知道了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这不走，耶，咋的？这跟我在这玩呢？我就告你了，抬左脚，抬右胳膊，二了，啊，来再来一遍，这不走，耶。二一，哎，这就对了吗？哎，你们三个又跑出去干什么呀？跑那么远干啥？锻炼身体呢？回来，回来。哎呀，向后蹲，接一步走，一二一。最左边那个同学来立定，你这干什么呢？玩呢？啊？起步走啊？起步走，脚抬这么高呢？胳膊还是顺拐，哪是顺拐，对对的。来，按我学，我教你。拿俩棍儿，知道吗？来，拿着。七步走，一二一，脚又错了。回来，先迈左脚，听没？啊。七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。哎，挺好，不错，学会了。对，来回队列，咱们整体来一遍啊！听我口令，贴吧，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立定。哎呀，大家表现都非常不错啊，都学会了。下课休息。好了，解散。看好啊，来，跑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你会吗？抬左脚，抬右胳膊，知道不？你笑什么？应该是这个球。你说你一个女生怎么想着学车呢？赚钱呗。还是学的大车，赚钱呗。行吧，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，这是我知道，那当然是系安全带了。哎，很好啊，是吧？第二步呢？第二步啊，松手刹，下去。咋的？下去。真的呀？下去。我还会回来的。怎么又是你？
我又来了，教练。这回知道第二步是啥了吗？点火了。第三步呢？送餐。走，下去。文静，下去。又是你呀，三顾茅庐。第三步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啥？检查体检表，检合格。哦。第四步，采集车。嗯。到了。哎。副手上。哎。好，行，开始考试吧啊！动摇动摇，我是动二。动摇，准备开始考试，准备开始考试。开始吧，老师，教练呢？啊、哦，这车咋这么高呢？那大车不高，那还能低呀、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太高了！哎呀妈，又要恐高了。那你再高别考，下去。自己想吧，想考就考，不想考下去。你教练，你别生气呀、啊。现在这学员，哎。哎，教练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想到就开。不逼你们两下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，有些时候就是学说你们这些学员，真的有时候就啊。教练呐、啊，我跟你说，不止这前面的人啊，前面那小石头啊、小叶子，我都能找到几片。哎呀妈呀，你是高手啊！我第一回见你的学员啊！哎呀妈呀，开始考吧。前面还有小帅哥呢。啊。哎呀，第三步知道了不？知道了。啥呀？检查气盘气压够不够。啊。检查气压表，看气够不够。检查气压表，看气够不够。这终于开饭了，这一瘦一天能瘦多少啊？快快快快吃吧，饿坏了。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哎，大娘来。八十不叫你大娘叫什么、啊？讨厌韦小军天天开玩笑。行了行了行，五块呀！今天这饭咋这么满呢？厂长新改规定，五块钱都是专门，不管啥。真的呀？真的。确定哈？啊。来来来，五块钱装满了。我说话还能有假呀？那多盛点，多盛点。来吧，快。傍晚就可以了。傍晚呢？对，傍晚就可以。像你这些人就是赔钱的。好嘞，好嘞。五块钱你都赚不满。哎，行了，剩下的都给你吧。好了，五块。要不找快找厂长投诉你都知道吗？不是，哎，我先来，哎，我来嘛啊，先给我来。哎，那个啥，我肚子疼。你别疼，你抓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给的钱，我给钱，我给钱。